通路放到这边衣服里面，其实是我的主要的影响。对，就这下面这只小狗，其实是我自己养的，叫 Pinky。那我把它设计到衣服上面，其实是我的第一个想法。我还有一个里面是一句我的 Hello Hello 歌里面的一个歌词，希望大家年轻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。希望大家可以传递更多的正能量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节省身边的一些不需要浪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给一些人很多的帮助。然后再就是，大家希望大家支持 Friends， 还有我的专辑，大家做好，谢谢。